规桌顶拢是美味的料理，这拢是新住民朋友所做的各国料理，拢是要送予消防人员来享用。中华生命线协会为着要感谢消防人员为社会所做的贡献，即个特别发起送暖活动，邀请着中华关所有的新住民社团共同参与。首先是由中华关新住民发展协会超过200分的新住民亲手做的外国料理，将满满的心意送到中华消防局，感谢第一线警消的辛劳。彰化县生命线协会，以及协同我们的新住民发展协会哈、一起来在这个疫情期间，送餐来慰问我们辛苦的消防人员啊，在这个疫情期间来替我们的彰化县民服务。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姐妹自己辛苦做出来的，那有的是店家。那他们也是希望说在疫情期间能够奉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了。那自从疫情以来呀，我们看到一线人员的辛苦，那我们也是看在眼里，感动在心里。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来为台湾的社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，希望疫情赶快结束，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，大家一起加油，台湾加油。消防局也感谢社会各界的爱心，支持消防人员的付出。疫情期间呢、那其实大家都很辛苦，不管是我们啊，或者是一些社会的一些基层，那很开心，然后很高兴，就是说，社会企业啊，都有记得像我们这一块，其实在防疫期间大家都很辛苦的。这个中华生命线协会举办的慰问活动，在短短不到一天，就得到中华关所有新住民团体的回响，不但是展现新住民的动力，也看到新住民在疫情期间对防疫人员的感谢，也因为有新住民的参与，让台湾更加有多元文化，也让台湾变了更加美好。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彩虹报道。